哎呦，瞅这些木头相当不顺眼了，当不当正不正的放在这儿，我想都给它挪到这个位置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2 hours later， 搬完了，哎呀，都搬完了，哦，看看马柴火垛这一块啊，方方面面，这么一码还是挺漂亮的吧？是不是？我把粗的都放在这面，中不溜的在中间，细的在这边，这样的话用着也方便。行了，晨练结束。哎呀妈，看我这一身燥的，啊，我还以为磨破了呢。好了，哎呀，外面待的怎么样啊？啊，这两天给他们放凉台了。哎呦，老爷不进去了啊！老爷刚换了一身干净衣服，还得出门呢。哎呀，奶奶，哎呦我去，吃吧吃吧。各个边角都不一样呢，是吧？那个，这是一样的。哦，回来了，这家伙快10点了，还没吃晚饭呢。不过回去一趟，买了心心念念的麻辣香锅。哎呀，瞅着有食欲吧？要了2盒饭，一盒现在吃，留一盒明天吃。啊！过瘾，替你们尝尝啊。他家这麻辣香锅可好吃了，我只要回一趟市区，我肯定得带一份回来。装完那堆木头，就去了一趟医院，爷爷住院了，到那去看看，不过没啥大事儿。然后又剪了头，洗了个澡，才回来。悠悠，阿信。对，我就是叫你呢。这小子为什么天天这么瘦呢？他也挺能吃的呀。嗯，悠悠，伏击你姐。哎呀，摸摸，爸爸歇歇。嗯，悠悠，来，没摸完呢。行，去玩吧，爸爸吃饭。哎，好了，同志们，今天的日常稍微有点无聊，明天再给你们好好拍。早点睡啊，晚安。